多 Venus 吴建豪终于又发新片了，顶着时尚卷卷头，在签唱会上首跳主打歌《Boogie Boogie》，看起来像极了 Michael Jackson。Venus 表示自己一直都很喜欢 Michael， 这次的新歌及造型也算跟舞王致敬。我是他的大粉丝 ，Michael Jackson、Prince 等等，这些都是很 iconic 的一些音乐手，对我来说，在我的人生已经很大的影响。那肯定我跳舞的时候会有他的一些影子出来吧。公司说，这次头发要怎么用？我说我还能怎么用？你要往上梳，我已经往上梳 N 百次了。要不是我染头发，那我年纪也不适合一直染头发，我头发怕又掉。那不如让我烫，或者是把它剃掉。他们就说好，那先烫再说。那谁知道烫完之后会变成这么不羁，这么不羁的有型。这次出新集，不止林书豪及周董都帮忙宣传力挺，昔日战友 F4 的朱孝天及仔仔周渝民也都拍摄影片祝福。只不过仔仔没露脸，反倒是首次曝光了宝贝女儿，超萌的影片让全场超惊喜。Hello， 你好，哎呀，我是周渝民的女儿。我在这里祝福吴建豪叔叔的音乐不羁专辑大卖，恭喜恭喜！来听一下，怎么样？我觉得仔仔女儿的祝福真的比朱孝天好哎，怎么办？喂，朱孝天有说专辑大卖啊，是不是？开玩笑，真的是好。仔仔女儿的手跟脚很可爱，然后就是想要一直就是把它剃掉吧，把它塞在我嘴巴里面。他有看过他本人吗？啊，目前还没有，因为其实那个 baby 他还小，然后还需要一些时间。那也已经有跟仔仔碰面过了，可是每次仔仔就是还是你知道，他是一个非常非常棒的一个爸爸，就是很照顾小孩子，让小孩子就是要得到最好的一些环境才慢慢带出来。